蔡淑臻动情动口一次满足。情有的世界，我说这是死语情欲兼具吧？哎呃，也太不卫生了吧！哎，怎样，谢玛丽，你是嫉妒还羡慕哈？可恶，都有啦。But 重点来喽，你猜恩爱卫视秀男主角是谁？这还要问吗？就她男朋友李佩旭啊，啊，是说他有顺风耳你？哎，他往这边走过来了，哎，是在偷看什么？可能是车子停路边，怕被拖走啦。老板，帮我看一下。哦，好。好，谢谢哦。哎，是说蔡淑臻比李佩旭多长五岁，智慧也多增长一些，叫人铺吃的比较安心呀、啊。安心啊，在哪？哎，谢玛丽，你不要这么敏感好不好？哎，结果是蔡淑臻去付钱呢。他们现在同居试婚，搞不好财务也是集中管理哦。哦，一出店门马上手勾手。蔡淑臻不止冻卵呢，爱情还依旧保鲜。但搭不同车，哎，这是要强调一种独立女性约会也要自己开车的概念吗？我迅速问了记者哥哥哦，他们说蔡淑臻刚去修车啦。谢玛丽，你好强大哦！但怎么不顺便问他们什么时候结婚？哦，你很逊哎，这个问题几百年前就问过了啦。这样好不好？我就讲一个就是真正的说法，就是你让生命带你去要去的地方。这有说等于没说嘛？苹果与浪漫。对了，笑脸的 ，man up！ 难不成你要等女方向你主动开口吗？不倒。